癌的话，有一些除了肿块以外，有时候在你的乳房的外观哦，它的乳头会往内凹，会凹陷，病变的地方，它的皮肤也会产生一个变化，糖尿病啊，还有很多的高血压啦，啊，这一些都会引起这个子宫内膜癌的这个危险的因子。那现在大爱二台今晚10点，今夜说新闻。